Very well.朋友，让我试试好吧。谁呀你？我来试试，我来试试。我试试行吗？谁来都行。来，让我试试好。猜吧。我猜，这个碗空的，这个碗里也是空的。球呢？球。在你手里。哎，钱我不要，我来玩一次，你猜猜看，碗球是你的，一二三，来盖上碗，是空的吗？对，是空的，拿球扣上它，盖上它，捡起来，一边一个，对吗？对，对了，几个？一个，进，几个呀？看准啊，盖上它。两个一个对吗？对。哎，过，我提醒过你，又看准了，又看准了，再来一次。这次让你看得很清楚啊。几个？一个。几个？一个。一边一个对吗？对。来，猜猜哪碗多啊？进去，走，哪边多哪边少啊？这边多。对。来，不，哪边多呀？哪边多？这边多。这边多，回，哪边多啊？你还玩不玩？不玩，不玩，走，走了，走。等会儿，中国传统文化不允许你这么糟蹋。记住一句话，朋友，戏中有法，江湖有道。这钱说对吗，朋友？谢谢。不客气。每天就知道玩，我跟你说了不要玩，不要玩。怎么这么大孩子呢？我刚办的那天卡，就给我弄丢了，弄丢了。这么大孩子呢？怎么回事？你哭什么呀？还不快点想想！丢哪儿了呀？好好想想你，你这到底丢哪儿了？好了好了，孩子爱玩是天性，不要怪他。小朋友，不要哭了。叔叔送给你个棒棒糖。这位妈妈，不要发这么大火啊，这样会吓坏孩子的。小朋友，如果叔叔给你找到你丢的卡，能不能亲我一下呀？朋友，顺便帮我拿一下。叔叔这里有个纸包，一个小小的纸包里装载着你的心愿，咱们打开看看吧。正方形的一张纸，做的一个纸包，包好它，再把它封上。好了，伸出你的手来，对，搁在你的手上，用手按紧它。你告诉叔叔，你丢的那张卡是什么颜色的？一张蓝色的卡，抓住它，放到纸包里，用手掂一掂，看看有没有感觉，不一样了，打开看看。我的卡。妈妈给你。拿着拿着，以后遇到事儿别这么着急，毕竟他还小，他还是个孩子。我本来不这样的，刚才就是太着急了，我摆摊卖水果也挣不了多少钱，
太着急了才这样。哎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不过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哎，人生在世啊，其实跟这根纸条一样，原本是曲折的。生活呢，会带给你一些个压力、负担，或者是不幸。如果你消极地面对生活，你的生活将会成为一团乱麻，剪不断理。你需要的是梳理自己的情绪，找到一个开心快乐的念头，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，你将发现一切的不愉快将会云开雾散。我明白了，谢谢您。不客气，哈哈。